角度来看一下它这个台64衔接台60这个匝道3、哦、已经被到通车了嘛，现在、哦、还没这个匝道3、哦、我们换一个角度这个工程，这个角度对能分直然后匝道刚好这个就是你刚刚八哦，从这个可以看到后面匝道山那个住面好像人要多一点，三 P 十四，这些哦，所以它这个它的桥呢，铺那个呢会做，这边有铺这因为。或者桥板应该会蹲在这看一下这个的那个看一下你们台北钢结块，因为这个地方是高不能高，但是这边距离还要近哦，真的哦。这边就被可以看清楚，但看清楚看到底一组那个已经做好，先观察看哦，好，第六组还第七组。哦，这个是、啊、上完了呢，是拖板，那在上面的呢，这个好像
想哈，起重机面会计，啊，它边边好像还有那个样子啊，要是考还是是这没有方向不一样哦，不哦这个点可以请哦台六十一卡姐那边的公主。至少那个哈、哦、也更大，中能里面哈、哦，因为让我他要讲拍，因为他这个真的不小的。有他这个机密啊，他的字还对，叫我不要拍，那就好。他既然这样互相哦，还很好，创造那个哈、哦，跟这。面之后，目前还不知道谁虽然我他就是做中正桥钢构的公司，那个我也去拍过，拍过过任。哎，但是的是那个风车，大部分哈、哦、有很多都是这边在做的哈、哦，是哦，这世纪风电厂的厂区啊，这个很大。在架风，要看风电的架设的港呢，那边也是离远，今天太好，大家好，今好。看起来都是大车。